今日娱乐圈的吃货担当邓超再度上线，不过这次他可不是真的在享受美食，而是在为自己的新片《胜券在握》做足了宣传功夫。邓超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吃饼六宫格，并幽默配文：饼太大，一个白肾吃不下，瞬间引爆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这六张图片中，邓超手持一块巨型大饼，表情夸张，时而皱眉，时而苦笑，仿佛真的在为这块庞然大物发愁。其实这饼太大吃不下的梗，正是邓超在新片《胜券在握》中所饰演角色白胜的真实写照。影片中，白胜为了赢回自己应得的800万期权，不得不设局智斗黑心高层，甚至不惜画大饼来骗取同事的信任和支持。而这次邓超发布的吃饼六宫格，正是对这一角色形象的生动诠释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《胜券在握》的上映吧，看看邓超是如何在职场中吃下这块大饼的。